南韩知名的泼水音乐节首次来台举办，预计9月14号、15号要登场，还请来知名的像是 Jessie 还有全恩飞、 Gary 等超人气歌手。早鸟票一推出就立刻卖完，但却传出昨天官方脸书粉专是突然公告，因为天气因素没有办法提前架设舞台，所以活动要延期，让大批的购票歌迷非常傻眼，直呼这个理由太牵强。